吃，吃糖的吃。这个人张开嘴巴，一口吃掉了一颗糖。小朋友，你喜欢吃糖吗？所以这个字念吃，吃糖的吃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吃，吃糖的吃。喝，喝水的喝。这个叔叔啊，现在很渴，他很想喝水。他拿起杯子，喝了一杯，又喝了一杯。喝水的时候还发出咕噜的声音，所以这个字念喝，喝水的喝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喝，喝水的喝。吐，吐泡泡的吐。瞧，这两条小鱼正在吐泡泡呢，它们会吐小泡泡，还会吐大泡泡呢。小朋友，你见过小鱼吐泡泡吗？所以这个字念吐，吐泡泡的吐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吐，吐泡泡的吐。立，站立的立，立正的立。这个小朋友呀，他站立在一个垫子上，他正在做立正动作，所以这个字念立，站立的立，立正的立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立，站立的立，立正的立。坐，坐下的坐。你看，这两个小朋友坐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凳子上，他们坐得好奇怪哦。你有没有这样坐过呢？所以这个字念坐，坐下的坐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坐，坐下的坐。走，走路的走。你瞧，这个猎人走得多神气呀，戴着牛仔帽，大步地往前走，边走还边发出哒哒的声音，所以这个字念走，走路的走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走，走路的走。飞，飞翔的飞。瞧，天空中有几只小鸟在飞翔，它们飞得可高了。其中有一只小鸟飞得特别高，它飞呀飞，越飞越高，所以这个字念飞，飞翔的飞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飞，飞翔的飞。看，看见的看。你瞧，这个人啊，他想看清楚远处的东西，他把手伸到眼睛的上方，努力地看。哇，他终于看到了。所以这个字念看，看见的看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看，看见的看。问，问题的问。有一个小男孩，每天都有很多问题。今天他又指着门上的电灯在问问题呢。小朋友，你猜他问的是什么问题？所以这个字念问，问题的问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问，问题的问。哭，哭泣的哭。这个小朋友啊，他伤心的哭了，他哭的眼泪都流下来了，他哭了很久，所以这个字念哭，哭泣的哭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哭，哭泣的哭。
笑，笑脸的笑。你看，这张笑脸多可爱呀，他笑得眼睛眉毛都挤块了。小朋友，你也笑一笑吧。所以这个字念笑，笑脸的笑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笑，笑脸的笑。